Hello，欢迎来到 Learn G Piano，听一次就会弹的音乐课程。完成整个课程之后，你就有听一次就会弹的能力。整个能力是建立在我们学过不同的词汇、不同的和弦结构，还有一些逻辑，我们把它们拼在一起，我们就能重新把听过的歌曲重新在钢琴上重组，好吗？整个逻辑是怎样的？所以我们要认识不同的声音，还有不同的结构逻辑。好，我们前几堂讲过中指是 251 secondary dominant upper extension and lower extension， 我们整个 upper and lower 这个概念会一致放到不同的歌曲里面用。我们今天讲的那个内容呢，叫做 seventh note 伏羲和弦。好，我们第一个会用的例子就是我一开始弹的那个南拳妈妈的下雨天那个歌曲呢，我们把它弹用 C major 开始好吗？这个是很经典的华语歌曲的那个走法，是 bass note 一直往下走的，哆提拉手那样走的。也有一些人发现它是跟 Canon 影帝是一样，之后有一些影片也是会依照这个逻辑去跟你建立这个声音的记忆法，好吗？但是我们回到这里啊，然后四个和弦 descending 走完之后，就回到我们之前经常讲的那个251或是451。但是呢，本来的455去了 low extension， 5去 low extension 是什么？隔一个音再一个音，去了三和弦。如果你想三和弦变得更加有那个力量，我们会变成 dominant seven， 所以就变成4 3 6。但是如果不变呢？但是和弦要跟这个旋律组，所以我不弹这个 G sharp 了 ，OK？ 所以的声音是不一样的，它这个声音，这个 G sharp 是很明显，所以要把这个三和弦勾出来。但是如果把它变了451是没问题的，这个结构是一样的。好。之前讲过的那些内容都是用三个音去组成和弦。现在呢，如果我们从基本的三个音的和弦加一个 upper extension 的音，但是我们继续保留之前的三个音，它们就变成一个七和弦了。比如说啊，本来是 F major 的，加一个 upper extension 的话的音是一，所以就变成一个 F major seven。声音是一样的，但是更有一个张力，知道吗？然后三和弦的那个也可以再一个 seven in， 这个六和弦也可以加，全部加起来会变成怎么样？全部加起来的话，整个逻辑是没有问题的，声音也会更加有力量，好吗？所有的七音都是依照 scale 的音加的，比如说四和弦加一个 seven 音的话，它是 E， 因为 scale 里面 E 是 E natural 不是 E flat，
这个是最基本的概念，有一些例外的，比如说是 E 和弦。E 和弦，如果你想出加一个 7 音的话，你可以加 Major 7、Dominant 7。它们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如果加一个 Dominant 7的话，它的作用是去四和弦的。我之后会拍一些影片，会讲这些概念的。好，如果我们认识这些七音之后，这些有什么用呢？会帮助我们去找一些 upper lower extension，或是我们可以改变一下歌曲的编曲。如果你已经认识这些啊，慢慢加七音上去之后，有些时候可以加九音的，明白吗？F major。三个音，F A C，再加一个音是什么？F A C E，再加一个音是什么？F A C E G。哇哦，真更加有味道是吗？有些时候我们听起来为什么也是一和弦，也是四和弦，为什么他们的那个编曲跟我们弹的不一样？因为他加了这些七音九音。这一堂就是让你认识这个声音，我们没有太多要背的声音的今天，但是你要记住这个声音，就是有一些时候我加了七和弦，有一些没有加。而我现在给你两个版本，就是这首歌的副歌，你听一下这个版本是有加七和弦还是没有加七和弦啊？这是第一个版本，现在到第二个版本了。你就听出来，第二个版本比较丰富，是吗？加了很多七音在里面，所以呢。现在你就认识这个声音，有时候我们叠加上去，就那个 upper extension 的音，所以今天基本上就到这里。如果你还没熟悉这些理论的话，你必须看完中指式之后的那些课程，好吗？之后我会慢慢讲不同的那些词汇。好，下一堂见，拜拜。Nunti is a music warrior rabbit. She is looking for the master chest. The master chest is protected by great music master, and he gave her a challenge. If you can play the music back just by listen to it once, I will give you the chest. A few moments later, Nunti failed the challenge. The music master confiscated Nunti all superpower. Music master sent Nunti back to the beginner village. And learn everything start from scratch. Join Nunji and learn the superpower together.